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哥。来，观念啊，最难学的观念，一盘，哎，冲歪了。好，七号这一局关键在七号啊，四号能过。好，那这个球就是做一个简单的二分法就好了。简单的二分法，三号做中带，下点高杆一点点的左塞，力量大了啊、哦，出去力量大了，力量大的话，这个母球就走三颗星，做成接近直球附近就可以了。关键在这个七号了，那这个球有人说这样打来敲七号，这也是一个方法啊。那我们不这样打，我们来六做七，做细腻一点。六做七，好，过来这里。哎呀，太拉了，三颗星闪过七。来这里会比较好，那现在来这里我就要比较用力一点的。有了，一出来我就知道有了。这个球敲这边就是那边，没有敲这边的话就那边啊，往这里来就一定有的。固劲点一下，加二字，来这里我们这样中五嘛，来这里滑下来，这个很简单啦、啊、这个没有什么困难的。来这里滑下来都一定有。好，这一局就是六座七啊，六座七这种三颗星路线啊，这个球可以这个过来比较，基本上你就是刚好在这个区块附近，然后敲到它的话，那个带或那个带。那没有敲到的话，一般来讲滑下来的话是那个带都可以。那最主要是路线点要对了，那力量不要差太多就可以。好，这一局提供大家参考，保重平安。